欢迎您继续锁定记录台湾。最近买得到又红又甜的水蜜桃，而老板呢，往往都请大家要温柔地对待这些娇嫩的水果。不过今年偏偏碰上了超级大梅雨，收成呢只剩下往年的一两成。新竹的水蜜桃产地部落里有一个绝情谷，卖相不好的水果吃不完，果农干脆忍痛往山谷里面倒。有一位替代役英语老师赖鼎军，他跑去搜购果农卖相不佳的水蜜桃。他这么做的用意到底是什么呢？记录台湾专程跑到山里，记录了这个感人的故事。寻访水蜜桃的甜蜜滋味是一趟遥远而辛苦的旅程，从平地开两个小时上山，经过尖石乡的秀峦检查所，得先停车进行入山登记。停车受检。对，我进去问他。从这里要再开50分钟的蜿蜒山路，才到后山的秘境太岗部落。凌晨5点，水蜜桃人家上工了，因为要赶在中午前出货到山下，送到消费者手上。大概就是部门跟团。纸袋中的水蜜桃是志强和爸爸一家人守护的宝贝，他们在斜度超过50的山坡采水蜜桃，手脚利落又温柔。我们也是往旁边拉，没有直接这样子拉。对，你直接拉的话，它树枝就会断了。水蜜桃是娇弱的水果，得轻轻的来，就算只碰坏一点点都没办法卖钱，这一年的辛苦就算是白费了。尖石乡太岗部落因为在向阳面，晒到阳光的水蜜桃会特别甜，全村不到100户，90%的居民都种水蜜桃。像这个红色就时常被太阳照比较鲜红，所以它也成熟了。每年7月结果，产季只有2-3周，而且不能久放，有多少订单才采多少果子。不吃早餐。对啊。哇，这样就可以吃了哈。好甜哦，清晨6点的水蜜桃。果园里面有一些人不摘水蜜桃，光吃水果跟果农聊天。他们是山下来的大叶和静莹，别人买水果是专挑漂亮又大颗，但这两个人指明要丑丑的水蜜桃。终于来了！哎呀，早上我们那边还在忙啊。是是是。这一天，大叶来到果农如命的家，收购有点缺陷的水果。他们没有卖相，但一样是农夫辛苦种出来的宝贝，而且经过处理之后可以做成好吃的果酱。大爷专门帮农夫的忙，买走这些不漂亮但一样好吃的水果。你注意看哈，像这个就一点点而已哦。干嘛给它挖出来？只不过被蚊子叮了一下就不能卖哦。像这个我们几乎看不到它有伤。挖开来看就知道。你挖开来就知道，因为这个一小小的伤口嘛，你翻过来就变成这样子。所以说你不要小看这一点点。它这个水蜜桃很容易氧化，对，它现在就开始氧化了嘛，然后第二天到顾客手上的时候，它整一整块就变烂了。大业出身媒体，含政治公关。马英九竞选期间，他一手策划 Long Stay， 他还教果农如何教训长工小马。一开始的时候不熟悉哦，你很容易去伤到他的果皮。你果皮一伤到，这颗水果就不能到市场上卖了。结果马总统剪得好吗？啊，有几颗剪得不错啦，但是呢，也有一些哦，可能就伤到人家的果皮了。哦，然后呢，其实农民很心痛，但是又不好意思讲。我就会跟他们说，你要来给你倒啥缸的吼，你请来小缸吼，你安怎甲因改，你安尼甲改。啊，等一下。哦，所以我说面对客气吼，伊今日来给你做小缸。哦，啊，你若教无好吼，爱安怎教是，你要甲讲。那时候农友怎么说？我卖啦，我哪会教，歹势啦。我说无，伊今日你甲请来呢，你该付伊工钱的吼，所以你一定要甲改。农友怎么跟马先生说？
哦，阮这甲这个水果拢做甲婴儿同款宝贝吼，你甲伤着伊的皮吼，我拢袂当卖啊，我靠你工钱哦。马先生怎么说？哦，歹势歹势啊，我也该较注意咧。大业关心台湾果农的生活，竞选结束之后，他反而离开总统府，走进农村。他说，太钢有个另类景点，是这些水果最后的归宿。太钢这边就有一个地方，他们就称作绝情谷嘛，就是把卖不出去的水果，他就把它倒在那边。哦，因为其实山上的猪也有限哦，我当收水，他们也吃不完。哦，所以他宁可就倒到山谷里面。很难想象绝情谷的光景，尤其亲手倒下去的都是果农自己。偏偏娇嫩的水蜜桃今年碰上气候异常，明明是春天，却遭遇罕见的超级大梅雨。果树上的水蜜桃还没长大就被打坏了，今年收获大概只剩往年的一成。就上个月的时候不是有超大豪雨？对对对对。这个，反正你看到的那个烈火，几乎都是这个是。天气影响造成的，被雨吓到了。对，不是吓到，它可能就是雨太，雨下太大了，雨下太多，然后第二天又开始又出很大的太阳，就造成这个会裂。往年的话，我们一采的话就是差不多一两台车满满的。现在这样，差不多今天就这样80，差不多可能不到30盒而已。这几年剧烈气候变迁，山上的水蜜桃感受最明显，极端的大雨和天气变化，收成不如以往。再加上农夫会种不会卖，水果价格都掌握在盘商手里，大业的果酱生意在此刻就格外有意义。他们从去年开始用1台斤50块的价格跟果农收购丑丑的该进绝情谷的水蜜桃，丑丑的却很甜。这个我们就可以做，因为我其实只要把这个部分削掉，我就可以做果酱了。那对，然后像刚刚这个这种裂果的，对，我们也是可以拿来做果酱。但是它因为就是以它都不影响到品质为原则。又大又甜的水蜜桃拿来装礼盒，有点丑但是很好吃的拿来做果酱。那又小又不甜的水蜜桃该怎么办呢？我有儿子嘛，他很迷那个棒球，我就拿这个哈，他拿棒子我就来投球，就是从小就给他训练哈，这样可以上大联盟。对啊，他的偶像是那个洋基队的那个基特吧，他要当队长对不对？有命家的水蜜桃是不进绝情谷的，这种棒球训练法，全世界大概也只有太钢部落做得到。好厉害哦，全垒打！哇靠！界外界外！水蜜桃全垒打都是响的。